设计师，你看看，这还是人吗？冰魁桑提逆天一打五游龙不掉血，打到 TT 想吐，装作看不见冰。各解说看到满脸羡慕，好想玩这个老黑啊！哇，大头斧哥来了！大操，不是黑墨丁格也太色情了吧 ？Poker， 硬打线下路来了！我测 EZ 辅助更 BT 哎。有理解，选的越怪赢的越快啊！全开这样是吧？他要把你妈 T1 叫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就疼。选兵 EZ， 对，我看过隔壁比赛，他血也是血，都他可以上去装血鸟，他一上去装，然后装完对面拍他啊，开始把他拉回去。哦，那不很热哦喂？对啊，我跟你说。希望最近被喷的最大的一把就是他玩的把 EZ 辅助，打完那一把狂喷，就古马 UC 的粉丝在那狂喷，在那边就这样故意恶心的骂我们家古马 UC， 操，个傻逼！然后古马 UC 都要出面解释，说是我让他选 EZ 的，我们训练赛练了，挺鸡巴假，你知道吗？说的，在那狂骂，没有一个 ADC 会喜欢 EZ 辅助吗？感觉欧文不太会 EZ 对面辅助啊？怎么说欧文会吗？不会，我现场教你一下。刚路来个啥？帅扎克可以，就是大变人，是队友研发了这个队。粑粑人上路，征服者粑粑人来了，应该阿卡丽。Light 的阿卡丽不行啊，好像不太行的样子啊，记得。我记得 Light 阿卡丽在 Faker 的那个菜单里面是有一把的。这把感觉左手要开杀了。Light 这把感觉能乱杀。看了一下，感觉像 Light 的局啊，这一把。不，其实扎克这个英雄上单挺强的，扎克。那次我看宙斯玩完之后，我也玩了一把。他说了一个，只要不打落手都没事。不是对面这么多位移的英雄，扎克有用吗？我给你换个思路，你可能就明白了。侯亚第一是没英雄了，纳尔剑魔都是两坨。第二就是他用优势对线的英雄去跟冰打，不会劣势那么大。就用劣势的英雄去跟他打，直接穿爆。就用军事小优英雄跟冰打，等于劣势。卢卡不灭之握的沙皇是不是？上路也换了半沙皇。他要选修梅克尔。说法吧，粑粑人，粑粑人 Q 抓回来，不会单杀了吧？单杀了，闪现！哎呦，侯亚！就这么自然强二就单杀了。兄弟，十三老师回来这版本肉沙皇加卡尔玛，兄弟。闪现 AW 就死了。哇哇哇！活牙阿弟，我操！扎克狗的前妻，扎克，他就跟你硬玩。哎呀，粑粑人两级把冰单杀了啊！本事，这就是扎克。扎克确实是，我是扎克是个超模的东西。侯亚，对不起，侯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侯亚。冰估计训练赛没怎么碰到过这英雄。不懂，这么随意吧？这有点从容了，这不可能一级死的，再怎么样？时隔五百多天，再度登场，最后一次使用者就在他对面，秋秋使用的伊德瑞尔辅助。秋秋玩的啊？秋秋不是这个吗？现在 QQ 在他对面。我操，球球当时敢玩 EZ 辅助的吗？这么狂，班门弄斧欧文，在创始人面前玩 EZ 瑞尔辅助。哎，去那边下路打起来，哎呦，直接秒了球球。哇操，球球，球球舒服了，球球配合挺好的，瞬间把伤害关上。我操，瞬间双 Q 闪，直接秒杀伤害，回旋飘了，球球，你喜欢整这种东西？这回旋飘来的，妈一连半来回旋飘，我操。但是 Net 跟勋来了，想提款。但尤卡没来，北川挺危险的。阿卡丽都在这里蹲着，站岗上好了。这沙皇台在中路空线呀！我操，北川能悟到吗？北川其实悟到了一点，还是要动北川吗？哎呦 ，Q 闪没中，失误。北川也交闪。哎呦，来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呦，帅飞雷神！好流畅的阿卡丽，才叫阿卡丽。是你妈打个 TT 你敢修阿莱卡？打枪的你敢修吗？不是阿卡丽打了两分钟中路，还在刷野，这尤卡真不是个人点。看沙皇不动还要越一波，还在中路，队友死完了才来。还是死。扛哪是 L 扛？这里被防御塔换掉，有点尬、啊。是谁扛？现在是勋扛，两个 Q 拿到人头。那没事，杀了就很赚了。起飞了，沙皇，看沙皇，沙皇在中路混了两分钟，来了，来，悟空能杀几只悟空？过来 ，A， 推走，推走，再滑出去。看我不灭沙皇，肉是真肉，更肉的还在后头。真不是个人种啊！
这阿卡丽在 下路草丛里面蹲了二十秒，又把赵信杀了，还不来，下路又被杀完了才来。喂，特特，怎么镜头一回来在这里啊？一个一技能未必中，这个一没中，左手。哎，扎克，我有护亚，我有护亚，护亚要封神，这波北川一口凯旋艾玛血回上来了，好帅的爸爸！哇、啊，这一波大变得有点狠，啊、一空啊！左手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啊，这个E贴脸没有挂到，确实有点可惜了。这个E应该很简单的，他没E到，他就算了，非要飞过去，非要侠阵飞过去中。哎，这把尤卡感觉也有机会能 C 啊，他这种优势出肉，等会很猛。肉装沙皇大战四个阿卡丽，来了，上路，听到了 ，E O K 这个位置被赵信戳到，走不了了 ，E O K 真要输了，森哥。这把感觉七七机会越来越大了，哎，直接掰角度还行。欧亚直接开大招，黄剑被动，但上路没看到阿斌怎么吃了三层了，打不过了上路。我说实话，这上路把把人打到后面越来越难打，人家出个败魔你怎么玩啊？十秒钟给个盾，出个败魔你真玩不了了，霍呀！那败魔这个装备真的赖皮狗，真的。打得完吗？哎，过来看、哎、怎么做？要接盘，要扬抢啊！喂，查理文跑得很快，那这波打起来也打不了奈内。我打头，喂！哎呦，秋秋还给沙皇再让一颗头，难道说就在这一场？这 BLG 谁在裸泳啊？到底？打 TT 这么费劲，我还有预感要第三局了呢。是吧？上线阿兵，哎，这把组队只有两层呀。阿兵有机会救，阿兵160了，我看了一下，压了扎克50。阿兵就是那个两层、哎。怎么少了这么多刀啊？不应该啊！沙皇来了呀，他的冰心要了有了呀。核心装是制造者啊，感觉他制造者也得出啊。你以为沙皇已经够恶心了吗？没有，再给你出个纯肉的沙皇。打团，沙皇这英雄赶紧删了吧。顺便把奎桑解散了吧。就是沙皇，要删就一起删吧。来啦，阿卡丽二号要阿玛喂喂有点喂嗯啊，球球死了呀，嗯啊，我操大头，还是个四百五的大头，这下当，这尤卡永远是慢一拍的 ，TP 是不可能快的。哎，胡亚怎么玩着玩着给我妈被压十刀了，十刀，然后在那扶眼镜啊，收回来的刀兄，收回来吗？那怎么收回来？这样，抬回去，抓回来。一级都单吃了，为什么还玩成这样啊？为什么单杀完能被刀也没了？五十刀啊，还塔被单推塔，那他没单杀不是会后一百刀？这尤卡真是小十三哥啊！我还在出魔抗，我造他第三件，哇，他就直接深渊或者半魔了。十三老师是他的启蒙老师。说实话，尤卡这个装备，他把天赋换成征服者，我觉得是可行的。他这个天赋是个不灭。这韩服上完绝后哥打永门打牙鼠都是裸冰心的，他带征服者裸冰心，那个沙皇先这样玩的，就是那个韩服的沙皇绝后哥这样玩，这些都是学那个沙皇。最后他第四件可能才会出那个，才会出制造者。制造者跟面具，他那个伤害加成不是简单的加法，他是比这个加起来伤害还高的，就一般两个是一起出的。我看修麦克是一起出的，修麦克玩了呀，许秀买点偷跟着我偷，现在年纪大了。跟着我，那许秀要三十了，输出出肉，肉出输出，来喽，很肉。这个是扎克养的 DIE， 哎，用锁头啊，锁过来，闪金卡都有呢，还是林姐绑住了，哦、那个又闪了一个，换了，哎，好死，天使刺死了这边的秋秋，秋秋这里刺死了，悟空这里仗着自己很肉，直接捅进来。这个大招给的不好，粑粑人也落位了，但粑粑人没什么用啊，笨蛋！会玩吗 ？Big Fly， 啊，火牙，火牙，你的 Q 很随意啊，火牙。那他怎么单杀的呢？抓是给抓多了，只看一级教学。哦，没看完，哦、就那些做视频的，他也只会告诉你前两级怎么玩，对，后面的不，他只告诉你怎么100%单杀对面。对，然后教完你，他后面的就不给你看了，因为那个做视频的他自己也不会。尤卡密秒麻麻的血，3000血的沙皇，
确实有三千三大格。卡利斯塔可以加成，直接把龙给吃下了。龙已经拿掉了，想带一个回来，带一个。美特大招结束了。被收回去了，救了一命，没问题。你都 Q 上两个，一个 Q 上，但是沙皇这个阿卡丽，阿卡丽怎么说一刀了？阿卡丽一刀一伤了。我操，一刀五六十瞬秒了，满血。尤卡去戳后排，尤卡也很肉，戳死了下路双组。两个，这边全部溃败了。TT 的魅力，操，金牌脸，我直接卖，看都不看，有被动扎克，我直接卖。我也没回他，他巨快。诺了诺了，沙皇直接卖了，这有点诺吧。我是大招都没用的，直接卖，奔车卖流。哎，但他很肥，确实也能理解。这把尤卡五杠零，哎，也不好评价。这五杠零打出来的输出，应该只有零杠零的输出啊。哎，拉红了，球球这个位置啊，发兵，球球哎，哥顶在最前面，球球这里已经白给了阿卡丽，阿卡丽还没来，阿卡丽还没 TP 到，这边四打五要打赢了吗？四打五要打赢了，阿卡丽甚至都没来。Q 三还把 Yuka 的闪给逼了，哥们你是肉的呀，怎么这么虚啊？吃个 Q 三能怎么样？对啊，队友也在，有点还是把自己当成那种 AP 沙皇在玩。阿兵又举着无双舵斧，一个 Q 三瞪一下侯雅。怎么阿兵打动吗？肉杀打动阿兵吗？开玩笑，扎人顶前面你怎么办？一个人还要烧你三个人，你看在这边皮，对，还在皮阿兵，还在皮，很掉血，你刷伤害我刷神伤，你太肉了呀。怎么打老子不掉血啊？毒口，谁教你的出装了？打老子不掉血。鬼当底现在挺不行的。K 皇的装备全是伤害，卢卡的伤害全，卢卡的装备全是肉。这欧文还在烧，哎呀，这都要弱爆吗？欧文，你凭什么那样弱爆？欧文，我说实话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真要付出去弄他了。欧文太装逼了。边推塔边亮表情啊，这里疯狂在 poke， Q 命中率有点低啊，对，这一波没中了，不疼呀，哎，这边被打，有点幽默，感觉没什么用，但是 Q 的很来劲，硬刷点存在感，其实没啥用，真没用。EJ 在本局游戏的作用是当个靶子是吧？吸引对面的注意力，让对面要多切一个。哎 ，TP 了，有塔吗？一个塔。反卡要卡要卡要被秒，要被秒喽！一下，看正面打了老黑 boss BOX 来了，来了！这 boss 怎么打？兵哥很肉啊，在里面一打四根本不掉血，兵哥肉的像坨屎一样，还没掉血。BIN 阿卡丽可能要白改开中亚拖时间，但兵哥这里好能打兵，我操！兵队友诚实怎么办？早跟你说了，玩肉沙皇就是够把队友全死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在这。喂，我靠，没有。先把粑粑人处理了，冰又过来一个三白，白飞了这边的五口。我操，冰要包了，这波要打起来了，正面先推，要不要掉要克了？我有了，又卡了。阿冰一个人扛四个人伤害 Q 三，但是要大招了，阿冰。啊不过呀，就是冰是不掉血。阿冰很猛，阿冰，阿冰冲进去，我打游龙能输塔？我这有塔，这有塔呀。输了个塔，刚输的这个塔。肉沙配这个塔是无敌的。乌卡也不掉血呀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乌卡。沙皇。现在只有沙皇可以防御塔，肉沙配防御塔。相信吗？怎么说？三星战吕布吗？吹风吹到了，你吹到了，你吕布的锤子，我操，肉沙还在戳，我操，肉沙好得劲，肉沙。只有魁商敌能打的不是沙皇，真是阿兵太给了，是阿兵太给了，这种纯正的给。反正肉沙没办法，真的买沙皇，真的是纯正给。阿兵是纯给。魁商敌太能打了呀，从头打到尾。确实，这就是魁商敌吗？设计师看到吗？血的还不够啊？为什么这英雄还能一打五啊？他还能一打五吗？这英雄？太肉了，在里面一打五不掉血啊！说了，老黑才是 B O S S。这老黑一个顶五个不掉血，这波兵在前面就一打五，硬是不掉血啊！求求你来阻止我，彻底疯狂！但是这边阿兵基本上一个打完了，阿兵等于说单杀 A D， 就单杀的 A D， 然后把辅助单杀了，一打四，然后顶着沙王弄。这边又过来找到阿卡丽，麻烦完了，这里又送了。什么用啊？老黑经常一打五，随便游龙一打五，兵又在一打五 ，B I N 一打五捅死一个，求求你们能阻止我！老黑，我操，这是老黑吗？
老黑一打我，万军之中取人首级，大哥不跟你脸白，就是杀了屁事没有啊？那边的敢屌兵啊，他看到他都恶心。水龙魂拿到了，而且对哦，我操，老黑拿到水龙魂了，越打越有了。这老黑，这老黑怎么办啊？这老黑害怕害怕，我操！屁，我是这老奎，我是老奎，老奎，梦想时刻。你打走喽，跟 L 跟欧文说句，去对面求你们两个了。我想玩一个老黑，我也想玩。五个人一个人在里面打五个，都没人敢弄他一下的。一个人当着五个人的脸把对面 AD 杀了，左手这里白给无所谓，你不关键啊，主要看鬼杖底，鬼杖底来了啊，这五个人在，这五个人呀，当着里面杀的 ADC 呀，一个人打五个，弄我呀，打死我呀，你连办法都没有。人家杀完你还无所谓，把你全杀了。你要再玩就把你全杀了。泉水能打得死他吗？都打不死他呀，这兵。这很少直接一级被单杀的阴霾，直接很少。这里五杠一杠七，你能想到他死的这一次是可能是扎克单杀他的吗？一个那么肉的英雄，他确实不该有这种输。他是纯真的肉，很肉，关上位移又多。对，什么各种霸体位移，我操，赖的一批真伤。这游戏就不能又有肉又输又输。不公平，领先一万经济了，现在兵真没人打得死了。我说实话，五个人独打他都打不死他，五个人指着他点操他都点不死他。六神装了呀，兵，真六神装啊！兵多少血？一万血吗？这看着像有一万血的。那阿兵又来了，又顶点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屌样子？干嘛呢？阿兵一个人在下方，在游龙求教血。我操，子盾盾都打不破啊！我操，防御塔都不是。一句话，你要赖我何？你要赖我何？现在兵就一句话，求求你们，谁能来阻止我？彻底疯狂，下方存在游龙求教学。你看这种在玩的，这老黑，装看不见，踢装看不见，这老黑，我操，装鸵鸟了，开始。他们哪里的呀？哎，左手没秒了，左换了一个。换了个 ADC， 吹风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他妈肉肉肉，听说你肉肉操你，肉肉肉沙皇都顶不住，他真伤太来了，这真伤太来了，啊，一刀一个，老黑能一刀一个，杀那种炸鱼的来，这就是奎杀奇，这就是奎，从一级被单杀到超神，我将一次不死并且超神啊，冰，大爽了，很少一级被单杀的阴霾啊。太害怕了 ，AD 玩家真的太害怕了。我要说句话，我不是跟乌兹说那种，乌兹当时在 EDG 复出的时候，对面全是用奎章体。哎，要么狗问，那玩个狗吧，怎么玩？当时阿乐不玩奎章体的，把把给，好爽。那把把有用奎章体打团战，根本打不了。那个时候的奎章体比现在厉害。要看一下伤害，拿猜手，六万两千三百三十六。我都猜五万，我都猜五万。OK，、啊、看没？五万，五万。差不多阿伟猜到了，猜到了，他伤害四神五右刚刚好，五万。奎桑提在赛场上确实太超纲了，不过在 14.4 版本中，奎桑提调高了基础属性，削减了机动能力，也就是说变得更肉了，但不如之前灵活了。职业赛场上是否能继续游龙还不好说，不过个人希望这些肉坦都早点记，我只想看战士上单真男人大战。你们呢？最后各视角的激情解说，大伙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三连支持一波呀。